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的专业是建筑，在很多的课我们常常学习中国的发展，中国的建筑。我很感兴趣，开始学习中文会让我跟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背景的人沟通交流，所以我毕业以后开始学习中文。我毕业以后有机会参加一个叫美丽中国的项目，让我去云南当英语老师。我认识了这个项目的时候，听到在云南广东当老师，听很像跟一个美国的项目叫 Teach for America。 我知道这个项目会让我很好的经历，认识了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人。我在中国比较小的城市住，叫大窑，是在云南省，从昆明坐公共汽车差不多5个小时。大窑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，天气特别好，但是他们的特色是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。我和别的老师们常常去人们家吃饭，去体育馆跳舞，所以我觉得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在大窑每年有一个打篮球的比赛，所以工资、老师们、组队和大部分的人民去来看看这个比赛。我和这个女老师们组队，所以一个月每一天我们练习去比赛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玩，可以跟别的大窑人交流，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。我觉得学习中文会让我跟不同的人交流沟通，但是我回美国的时候继续学习中文会帮我保持跟外国朋友们、老师们学生的联系。